接受他們的這個條例，感覺怎樣啊？覺得有什麼是令你七年裡面都一直選擇 Adonis？ 應該是我多謝 Adonis 一直都選擇我啦，我們是互相選擇，咁亦都冇七年之癢啦。咁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大家一起建立的關係啦。咁我亦都好相信同埋中意佢哋嘅 product。其實呢個關係已經好似屋企人咁嘅一個關係，真係唔係一個好 commercial， 淨單單係賣廣告嘅一個關係。譬如有時。even 瞓覺之前啊，都會點一啲精油，或者隨身攜帶一啲咁樣去提神啊。有時攰嘅時候聞一聞啲精油，都會覺得即刻特別醒神咁樣啦，係啦。咁所以都最中意嘅 treatment 都係 chakra 嘅 treatment。